的推广和分享，能够让我们精锐建设在施工的琢磨啊和细节上面，以及我们的用心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谢大叔的讲述，我们特约店家罗丽零酒店它的旗舰日本料理，这次的餐券是价值8800的餐券，我们要抽出一名幸运的得奖者。那今天呢，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精锐建设的美丽的吴总经理来为我们抽奖。那现在呢，就请吴总经理来为我们抽出幸运的得奖者一名。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也谢谢各位好朋友对精锐建设的支持。那我现在要开始来抽奖喽，这样比较公平，摇一摇。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位幸运的得奖者。噔噔噔噔噔，是谁呢？我们来恭喜，恭喜！我们恭喜这位幸运的好朋友。那我们恭喜这位幸运的得奖者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前100名的许愿树同心花器的得奖名单也会公布在我们粉丝专页上面，所以请记得。得奖者都要在4月底之前到我们精锐建设 AAM 精锐艺术馆来做对领的动作哦。那除了恭喜我们这位非常非常幸运的得奖者以外，我觉得这一次没有抽中的好朋友不要气馁哦，因为我们还有2支影片，我们还可以参加抽奖，所以预祝我们各位粉丝朋友下一次就是你了。好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帮我们那2支影片按赞、回答问题、公开分享，就有机会抽中大奖哦！恭喜大家，那也期待大家就是未来可以参加我们更多的活动的机会。那我们就谢谢大家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